所以接下来将有请我们的治愈系女歌手萨妮杨云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萨妮做客直播间。Hello， 来跟电视前的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萨妮杨云晴。好的，那欢迎萨妮来到我们伦敦时装周京东遇见红大秀的现场。那今天来到伦敦时装周的现场，有没有什么感受和一些期待可以分享呢？首先特别开心能来到伦敦啊，然后今天的天气这特别特别特别的好，整个人心情都好起来了。对，好的。那今天我也看到，其实萨妮身穿的这一身整体的风格呢，也非常具有英伦的风格，是一个长款的风衣。那在搭配上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技巧来分享呢？因为其实风衣的衣服其实我穿的特别特别的少，然后当时我在看衣服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一套特别的好看，就是给人感觉是特别舒服的，然后有活力的。没错。然后搭上了我这个牛仔裤，整个人感觉就会比较清爽一些。我个人特别喜欢这样的穿搭。对，是，我也看到，其实米色的一个风衣，然后搭配白色的内搭，还有牛仔裤，会显得非常的青春洋溢，非常有活力，非常的好看。对，然后除了本次来伦敦时装游以外，自己比如说在伦敦会不会进行一些 city walk 呀，或者一些就是自己的游览可以分享给大家呢？我打算看完秀了之后，今天会去逛吃。对，因为其实我5年前来过一次，对，但是那一次因为太赶了，没有时间好好的感受伦敦这个城市。那这一次来就想多多感受一下吧。好的，那感谢萨妮的分享，然后也可以先行落座，稍事休息，来期待我们大秀的开始。谢谢，好，拜拜，谢谢。好的，那刚才就是我们两位明星。